好，庆祝台湾中兴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成立45周年，8月26号星期六下午5点将会举办年会，欢迎校友们共享盛举。8月26号就是下个礼拜六，能够回娘家来看看我们的年会，参加我们的年会。那我们很怀念大家，那么母校校长也亲自跟那个校友中心司主任都会一起来，那校长也会做一个专题演讲，加强跟母校的联系，尤其是在那个奖助学金方面，希望对学弟妹有所帮助。另外我们在南加呢，我们会加强跟校友的联系，同时也会多参加回馈社区的活动。吕腾雄特别表示，活动特别邀请到中兴大学校本部校长薛富盛以及校友中心主任施英泽出席年会，并且由薛校长来主持新旧会长交接仪式。此外呢，现场还会播放中兴大学讲学。